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日韩三国近日将实现朝鲜导弹预警数据的实时共享；无国界记者，二零二三年遇害记者人数减少；国际社会关切南中国海情势，分表态支持马尼拉；中国动员外交系统反制；尽管美国及联合国喊话，以色列继续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预算危机缓解，德国证实仍将补贴台积电设厂。请大家收看。美日韩三国近日将实现朝鲜导弹预警数据的实时共享。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白宫官员周三（十二月十三日）表示，根据美日韩今年八月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峰会所达成的协议，三国在近日即将开始共享朝鲜导弹预警情报。据韩联社报道。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高级主任米拉·拉普·湖泊 m i r a r e p Hooper） 周三在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ok、Institution） 出席一场论坛时表示：“我们正按承诺，争取在年内实施共享导弹预警情报，并预测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启动该计划。”去年十一月，美日韩三国领袖在柬埔寨金边发表一项联合声明，首次同意建立这样的预警系统。 并承诺，三国已采取初步措施，测试实时共享导弹预警数据的技术能力。今年八月，三国元首在戴维营峰会的联合声明上，又再次重申年底将实现对朝鲜导弹预警数据的实时共享。上个月，美日韩三国国家安全顾问同意从十二月开始启动此共享计划，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导弹预警数据是指在朝鲜导弹发射和着陆期间。 调动所有侦察资源，收集军事信息。到目前为止，美日韩三国每年都在海上部署宙斯盾驱逐舰进行导弹预警演习，但尚未实现三方的实时共享预警数据，仅有美日、美韩的双边共享数据。拉普湖泊表示，美日韩计划在明年上半年举行三方商务部长会谈和财长会谈，这也是根据戴维营峰会所同意的协商约定 commitment to consult。 三国商定将就对共同利益和安全产生影响的地区挑战与威胁迅速进行协商。此外，拉普湖珀也表示，明年美日韩都将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从而形成在朝鲜问题和朝俄军事合作等问题上的新合作机制。他说，美方一直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并希望能够最大程度的加以利用。对于美日韩即将启动导弹预警情报实时共享机制。 朝鲜周四（十二月十四日）批评此举为军事妄动。朝鲜官方的《劳动新闻》周四称，美国主导的三边导弹预警情报共享把戏，分明是将地区局势推向更严峻局面的极其危险的军事妄动。文章指称，这是傀儡们韩国倚仗其主子美国制造玩火闹剧，是激化地区局势，进而找机会引燃清朝战争的导火索。据韩联社上个月报道。 朝鲜已发射成功的军事侦察卫星，每天会通过朝鲜半岛上空二到四次。专家指出，联合国的谴责对朝鲜不起作用。美日韩将更积极深化应对机制，以情资共享和联合军演加强下阻力。另外，美日韩三国根据戴维营峰会协议建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热线电话，十月中已经设立并完成技术调试。 三国首脑和国安首长可随时通过该系统进行语音和视频交流。无国界记者，二零二三年遇害记者人数减少。德国之声，德国之声中文网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最新年度报告的初步统计，二零二三年遇害的记者人数降至二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一日，该组织共统计到四十五起记者遇害事件，比去年减少十六起。 这是自二零零二年以来的最低数字。当年有三十三名媒体从业人员遇害。不过，由于以哈战争仍在持续，二零二三年的数字仍可能继续上升。无国界记者组织致力于全球新闻自由。该组织指出，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中东战争中，还有数十起记者遇害事件仍在调查阶段。迄今，该地区已有六十一名媒体从业人员遇害。 其中十七起事件明显与记者工作有关。这十七起死亡事件有十三起发生在加沙地带，三起发生在黎巴嫩，一起在以色列。无国界记者组织已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刑事诉讼，旨在让发言调查哈马斯和以色列军队可能犯下的战争罪行。战地记者工作风险大。这十七起记者在中东遇害的事件，让在战区殉职的记者总数上升至二十三人。 比去年增加三人。无国界记者年度报告指出，报道喀麦隆、马里和苏丹等非洲国家武装冲突以及叙利亚和乌克兰战事的一些记者也失去了生命。该组织德国分部发言人格洛格 k a t e r g l o g a r 表示，那些报道战争和冲突的人仍然经常为他们的勇气付出生命代价。无国界记者认为，今年记者死亡人数减少的一个原因是某些地区媒体从业人气的安全状况有所改善。 为了在武装冲突中进行报道，他们普遍获得了更好的培训和装备。格洛格指出，即使在没有武装冲突的地区，媒体工作者如今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一些地区已建立了更好的保障其安全的法律框架，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机制也得到了加强。而在其他地区，面对更多风险时的自我审查，可能是袭击和攻击数量减少的原因。记者因工作遭任意拘留。 半数发生在中国等四国。与此同时，拉丁美洲记者遇害人数从二零二二年的二十六人下降至二零二三年六人，这一发展尤其引人关注。但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尽管如此，该地区的安全形势还谈不上结构性改善。记者遇害人数在二零一二年和二零一三年达到顶峰，当时全球有超过一百四十名媒体从业人员遇害，主要在叙利亚和伊拉克。 根据格拉格的计算，平均每周几乎仍有一名记者或通讯员遇害，被拘留者的人数也居高不下。因此，我们呼吁民主国家的执政者为捍卫新闻自由这一人权做出更大努力。无国界记者组织称，目前全球有五百二十一名记者因工作遭到任意拘留，其中约半数发生在中国，包括香港、缅甸、白俄罗斯和越南。与前一年相比，这一数字下降了百分之八。 国际社会关切南中国海情势，分表态支持马尼拉。中国动员外交系统反制。美国之音中文网：中国海警船上周末在南中国海使用水炮骚扰，又撞击菲律宾补给船，外交效应持续扩大。美、日、英、加等国先后表态，批评中国行为不安全，敦促其遵循国际仲裁结果。然而，中国通过外交系统奋力进行反制宣传。 斥责南海仲裁非法无效，中国外交部更归咎于美国怂恿菲律宾挑衅，扬言将继续坚决维权。中国在国际海空域日益武断，近年多次和菲律宾、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军机舰发生危险情境，其中又以南中国海范围为最。近期七国集团领导人十二月初对此表达关切，表明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并声明。 中国广泛的海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法国外交部长凯瑟琳·科隆纳 （Catherine Colonna） 十二月初访问澳大利亚时表示，对澳大利亚海军及菲律宾的遭遇感到忧虑，称中国应该重新思考他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武断行为，因为这个世界不需要一场新的危机。但国际社会对中国增强的关切声浪并未遏制中国行动。 中国船只于十二月九日和十日在南中国海具争议的浅滩，对菲律宾补给船再次使用水炮、声学装置和强行碰撞等鲁莽行动，危及船员安全。不平静的南中国海发生新一波冲突后，美国国务院周日十二月十日迅速展现对菲律宾的支持。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干涉菲律宾的合法海上作业和菲律宾船只行使公海航行的自由，损害了地区稳定。 美国呼吁中国遵守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停止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英国和加拿大外交部随后在十一日和十二日发表类似立场的声明。英国指中国船只对菲律宾采取的行为不安全，且导致局势升级。加拿大全球事务部批评中方无视航行权利与自由，且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下所需承担的义务。 英国与加拿大也都提起，二零一六年的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具约束力，各方都需遵守。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经过审理，判定中国基于南中国海九段线历史权利，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主权的主张没有根据。此外，正与菲律宾强化安全合作的日本，其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十三日与美菲国安高层进行三方通话。 同声关切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海域的危险和非法行为，呼吁中国遵守国际仲裁裁决，停止挑衅行为。但中国政府当局拒绝参与仲裁，之后也一直拒绝承认仲裁结果。中国驻英国与驻加拿大大使馆分别发表言辞声明，批评两国无端指责、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中国主张根据历史。 对包括仁爱礁、国际称第二托马斯浅滩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因此是菲律宾船只擅自闯入，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三在外交部例会上再次重复中方主张，并将相关冲突归咎于美国。毛宁称，美国基于自身地缘政治私利。 不断怂恿、支持、配合菲律宾海上侵权挑衅行动，明目张胆的为菲方侵犯中方主权撑腰打气，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毛宁说，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是非法无效的，没有任何拘束力。中国将继续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坚决捍卫自身的合法主权和权益。毛宁称，美方的图谋不会得逞。尽管美国及联合国喊话，以色列继续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美国之音中文网：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冲突仍在继续。以色列周四 （2023 年12月14日）持续轰炸加沙，并导致平民伤亡。联合国12日通过决议，呼吁双方立即停火。美国也警告，若冲突持续下去，以色列将失去国际支持。尽管如此，以色列仍无视各方呼吁，不断加大攻势，也让美国和以色列间的分歧在扩大。 美国总统拜登在十二日曾公开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将削弱国际支持。根据哈马斯官方称，目前死伤大多为妇女和儿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将在周四抵达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Netanyahu） 进行会谈。沙利文在访问前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表示，他们将讨论结束战争的时间表。 并敦促以色列能从现在各界所看见的高强度攻击，逐渐转向不同阶段，借此呼吁以色列尽快停火。在如何治理冲突的问题上，显然以色列和美国之间也存在严重分歧。内塔尼亚胡誓言将坚持到底，直到赢得胜利。外交部长埃利科恩 （Eli Cohen） 也表示，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针对哈马斯的战争都将持续下去。以色列正面临外交孤立。 无法和国际取得共识，让以色列面临更大的外交压力。本周，联合国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停火协议，尽管美方投下反对票，但该决议仍获得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盟友支持。联合国警告，加沙当地包括脑膜炎、黄疸和上呼吸道感染在内的疾病逐渐加剧，当地医院系统几乎已成废墟。哈马斯当局称，儿童疫苗已经用完。 警告这将造成灾难性的健康影响，尤其死伤者有很多平民。以色列持续的攻击行动正使其面临外交孤立。CNN 报道指出，自从十月七日以来，以色列在加沙使用的空对地弹药中，可能对平民构成更大威胁。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负责人菲利普·拉扎里尼 （Philip Lazzarini） 在周三说，加沙人民正面临史上最黑暗的篇章。 无惧国际压力，大多数以色列人希望哈马斯被镇压。尽管以色列军队伤亡不断增多，但根据近几周的民调显示，以色列人民对战争仍旧是团结一致支持军方。政治学家塔马尔·赫尔曼 （Tamar Herman） 表示，人们的感觉是，这是会对以色列人民造成的生存威胁。这次冲突让以色列人民再次感受到一九七三年阿拉伯人发动突袭时的恐惧。 担心邻国和敌人可能会联合起来消灭犹太民族。退休人士莱芬哲 Ben z i 尔 n Lilia 在耶路撒冷表示，假设放缓对哈马斯的攻势，将会被以色列的敌人视为软弱的表现。莱芬哲说：“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不奋战到底，那么明早就会在北部、东部、南部甚至伊朗爆发战斗，因此我们也别无选择。”预算危机缓解，德国证实仍将补贴台积电设厂。 德国之声，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联合执政的三党周三十二月十三日，针对二零二四年联邦预算达成协议，缓解了外界对半导体大厂补贴的担忧。德国经济部议会国务秘书卡尔纳 Michael Kerner 向德新社证实，德国政府仍会提供补贴给在德国的台积电 TSMC 和英特尔 Intel 等工业项目。卡尔纳表示，国际半导体公司到德国投资设厂。 能确保德国经济实力提升，德国可因此受益。台积电与欧洲企业合资在德国萨克森州德勒斯登建厂的计划，投资额估计至少一百亿欧元，德国政府承诺补贴五十亿欧元。英特尔则预计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马格德堡设厂，投资额三百亿欧元，外赚将获得德国补助九十九亿欧元。延伸阅读：美日德接连设厂，台积电能否顺利走向全球？ 台积电德国厂一波三折。今年十月，台积电德国厂计划获台湾政府核准，但此前曾有传言称此计划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而卡关。不过，德国驻台代表许佑格 j o a Poster） 当时向 DW 表示，障碍总是有的，但台湾批准此计划象征了德台关系的新篇章，且他不认为这会惹怒中国。然而，在十一月中旬， 德国政府将新冠疫情资金转入气候转型基金的做法被判定违宪，导致德国预算出现六百亿欧元的缺口。英国金融时报十二月初曾引述知情者说法称，若德国因预算问题而减少补贴，台积电可能要跟合作伙伴重新谈判，甚至取消设厂计划。对此，台湾半导体专家、工研院产科国际所研究总监杨瑞林曾向 DW 分析道。 台积电设厂对德国和欧盟来说是达成欧洲晶片法 （European Chips Act） 政策目标、实现欧洲晶片自主的关键，因此各方的利害关系人会很积极协助台积电解决设厂难关。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签署条约，开发先进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中文网，英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国防部长周四（十二月十四日）在东京举行防长会谈。 并签署一项国际条约，制定旨在开发先进战斗机的计划。英国、日本和意大利政府于去年十二月宣布，三国将各自在研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合并，共同合作研发下一代战斗机。此为史上首例跨越欧亚的战斗机研发合作项目，也是日本二次大战之后首次与美国之外的国家进行大型军工合作计划。该计划需经过各国议会批准。 计划的联合开发阶段将于二零二五年开始，预计在二零二七年完成设计制造战机雏形，目标在二零三五年让战机投入飞行。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此次三国防长同意建立一个名为 DAGO 的国际组织，以共同开发下一代战斗机。DAGO 将由三个国家代表组成的指导委员会和一个执行机构组成，执行机构的第一任负责人预计将由日本人担任。 该组织的总部计划设在英国，该狗将负责与私营部门的合资企业签署合同。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 （Grant s h a p s 表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达到这种专业水平。它结合了我们的技能和设备，以及我们在设计和生产线上的能力。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在沙普斯和意大利国防部长圭多·克罗塞托 （Guido c r o s e t o 的陪同下补充道，我们面临着。 自二战以来最复杂的安全环境，确保空中优势仍然是我们必须实现的一项关键挑战。陆远忍没有透露谁将领导该机构，但表示他将确保选出最适合这份工作的人。英国政府表示，这架超音速隐形战机将配备一种可提供比现有系统多一万倍数据的雷达。英国国防公司贝伊系统 b Systems）、s s, 意大利军工公司莱昂纳多 （Leonardo）。 欧洲导弹集团 n b d a 和英国发动机制造商劳斯莱斯 （Rolls-Royce） 都将参与该项目。据报道，日本三菱重工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日本航空电子设备制造商三菱电机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 以及日本发动机制造商 IHI 株式会社 （IHI Corp） 和意大利阿维罗航天 （Avio Aero） 也参与其中。此文参考了路透社的报道。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